因为海峡论坛精神，第一个促进两岸交流，第二个促进两岸同胞彼此的认识，更重要的是能够让他来大陆看见大陆的进步，然后让他希望能够留下来，这个能够在大陆发展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觉得也是给台湾青年人一个很好的平台来认识大陆、了解大陆，而且能够看到大陆的一些生活习惯。我个人是唯一的建议，就是希望能够这个将来以后海峡论坛有一个专用的交通车，能够让很多台湾青年除了参加一个小论坛，这个好比参加这个新媒体论坛以外，他也可以做搭上这个各种的这个专门的交通车到其他的分论坛，比如这个什么农业啦，或比如这个科技啊，或者创业论坛，让他一个人可以一次性可以参加好几个论坛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。